자, 개립. 개립. 자제. 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个台湾的历史古在人写所以我伫十几年前看到一个将代志叫做吴凤啦吴凤啦吼，讲迄个是假啦。我去吴凤庙去啊咧，那迄讲迄假，吴凤是啥物人物？是一个上阶级的公务员，都会使该为先为税。那较大个咧，伊个话会信个袂？通通不使相信。所以我突然也好，不然咱来研究台湾历史是安怎甲咱黑白写，啥物叫做正确个？所以今仔日大家有福气。听到这个正确的台湾历史，台湾的名，咱叫做台湾嘛，这个古代的名，东提夷州琉球，迄个时阵叫汉朝的书汉朝的字长江以南就是叫做海外。长江以南就是海外，伊敢若会用黄河流域来尔所以海外20几国，就是台湾是其中一国。近代的名称，哇，这吕佩佩，东环、台湾，只是讲，只是就写着台湾，咱应该爱安尼写得着，咱即马嘴嘛讲台湾呢，毋是台湾呢，台湾。这是台湾，大湾，这叫台湾，这是欺负咱台湾人的啦，台湾啦，琉球、岛屿、东屿、海屿、台湾，那遮侪名，那遮侪名，西方世界是安怎给咱的名？西方世界在1557年。葡萄牙的船长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看到这个岛屿，伊讲足水，美丽的岛屿，伊讲伊啊，Formosa，伊敢若即句话讲落去了呢，所有的欧洲文明的世界，敢若叫台湾叫做 Formosa，人敢若一个名安尼都好啊咧，那伫汉林的名，那五六个、七八个，搁三四十个哦。这什么原因呢？人知影地球是圆的，知影东经几度、西北纬几度，为了我这个所在叫做 Formosa，别人为着给人头前的人叫做 Formosa，我嘛叫 Formosa。汉林无共款，汉林敢若会用4书5经。干来会用进京赶考，得到功名利禄，就读迄本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无教天文地理，所以头壳空鼓哩，头壳做奴隶。所以汉民族是一个奴隶民族，为啥？为名你就知影讲，迄个汉民族是奴隶民族。所以人西方世界叫一个名叫做 Formosa。这是台 TYA 毋是 TAI 台湾The King of Taiwan，台湾，这是爱台语发音。King of Taiwan 是得讲帝京啦，1660年到1683年，抑阁有西班牙人，因为经过，伊无经过台湾海峡，伊经过即个台湾的东部，伊叫 Formosa。即摆咱用个汉字改变过去叫做台湾，这台湾头一个受到高级文化的即个荷兰人来，
荷兰人早来伊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什么？就是一看到这汉人用的笑吼，无变长啦。吼、哦，讲买笑吼较长，啊讲要卖人的笑较短。吼、哦，啊这性甲迄性嘛无变长。吼、哦，啊军嘛是同款，军长也无同款。伊专个欧洲社会荷兰人上进步的。一斤十六两，一斤十六两有现代化无？足现代化的，十六个进位，咱即摆确实伫电脑界拢用十六，十六兆伽、三十二兆伽，吼、哦，啊，你颜色吼、哦，十六乘十六，二五六、二五六四，因为十乘十吼、哦，一百，一百无法度表达。这个彩色爱用二五六色来表达，哦、一斤十六两，啊，一斤十六两哦，这是进步的，啊，用个笑，哦，笑，伊用个笑哦，大家拢叫做台湾笑，那叫做台湾笑呢，因为咧笑有一个公称处，伫河南伫这个安平港的。迄、那个口位啊，吼，有一个工程处，每一支笑拢爱互即个工程处确认，啊，所以摕即支笑去外口做生意。啊，若去中国个所在去做生意，因都不爱用因个笑，用恁台湾笑，所以咱叫做台湾人，吼、哦，用即个笑个人就台湾人，吼、哦，咱有信用个。啊，中国笑无信用哦，所以这是台湾笑、台湾军的由来哦。这是早期吼、哦，荷兰人一到台湾吼，伊画这个台南安平城吼，吼、哦、的地图啦。这张地图吼、哦，这个所在是 Zealandia 就是海上之势啊哈。哦海上的都市啦，日本地啊，啊，这个有一个内海，哦，啊，这个吼、哦、是赤坎楼，哦，赤坎甲这个甲这个安平哦，还佫有一段距离，哦，啊，因为这个啊，为这个时真趣味的代志，伫内底，伊只有几间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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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只有两排厝。上重要，这是啥物？麻豆虾啦、小浪虾啦，吼、哦，这都是咱那个先祖民吼、哦，一代遐有边坡有即马讲做这高沙族啊，是叫做原住民吼、哦，代遐。但是这六间厝都是吼、哦，写讲汉人海产的厝，有道理无？有道理，因为迄阵汉人做海产，吼、哦、啊。这几间吼、哦，这几间起个整整齐齐十二间哩。这是日本人、日本居民呐、啊，哦，日本居民。啊，那咱只有台南人无？啊，那台南先发展，岸边的关系哈、哦，我跟你讲重点。台南的一生发展哦，那照我用个基督教的解说哦，上天赐予台湾的玛纳，这个玛纳是什么意思？玛纳就是讲，摩西带这埃及人离开埃及，啊，在旷野中间四十年，要吃什么？吃玛纳。玛纳是啥？天顶落来食物，哎、欸，哦，上帝对犹太人这么好，哦，啊，但是我感觉上帝对台湾嘛是真好。安怎讲呢？因为咱每年的冬至，冬至是什么意思？冬至吃鱼啊！吼、哦，我讲哦，冬至吼、哦。
我讲当作吼，咱采一支条啊，采一支德国，当日中昼十二点，你看这太阳个照落去，啊有一个影，啊迄个影你个做马骨起来，吼、哦，啊这个影上长的迄个所在吼，叫做当作，因为咱的拉力度吼，卖想讲是。根据月亮，咱是根据太阳，哦，当作按那上晚来，我看都多滴滴滴，还叫做夏至，多太阳在点头，啊，太阳恰较南边，啊，你这条顺路管，啊，当作迄天吼，这个、台南的外海，即搭都收来哦一大堆的。乌鱼啦，乌鱼收来一大堆，啊，这一大堆的乌鱼哦，互你吃免钱。哦，啊，这乌鱼收个外嚣摆呢，迄样的，迄毋是一群一群的收，按一站一站，安尼塌掉。啊，所以哦，渔民要掠鱼的时阵哦，爱摕竹篙，先个讲开较散，啊，大概拍网啊。啊，都啊，网啊趴落去，啊，都抓着鱼，啊，来鱼都上花吼。迄阵也无冰箱啊嘛，都开台吼，啊，摕乌鱼子，吼，乌鱼子大家拢有食着，乌鱼子，吼，啊，鱼肉，吼，啊，晒日新鲜的，吼，啊，过几工啊，大概再走。日本人来做这款代志，吼，日本人。这是上帝赐予咱的，而且这挂乌鱼吼，无去予中国人吃，无去予琉球人吃，无去予越南人吃，无去予菲律宾人吃，干那予咱台湾人吃。这上帝赐予咱的玛纳，哦，啊，上帝赐予咱安尼，但是这乌鱼吼，受啊鹅卵鼻吼，当遐卵卵，卵卵个把肚头个受过来。台南安平港，搁予你掠一遍，不过这边无卵啊。但是你爱知影，1624年荷兰人来占台湾的时阵哦，嘿，你看奇卡，那一挂人掠着鱼来，我的土地顶头在拍鱼，嘿，你这挂是啥物人？哦，安尼在甲趁钱，捡世界，捡一个乌鱼蟹。全世界无个乌鱼蟹，啊！我为着这个乌鱼蟹吼，去查这个记录，哇、啊！才知讲800年前都有这个记录，乌鱼都收过台湾，啊！收过台湾的时阵，台南上爱肥，所以台南是先发展，因为遐好趁食，哦，安尼叫做能解决。台湾为什么由台南开始？因为你若讲哦，我靠，我中国不是台南，哦，可能布袋一带哈，哦，这个是安平古堡了哈，这是买就盖了哈，啊，这盖做平和和平村呐，哈，啊，这日本人的村落了哈，这无要紧啦，按你讲的。这是那经过中国人的手哦，啊，都字都走进去啊。咱荷兰人来管台湾，咱台湾的原住民冇介抵抗，吼、哦。这马道下的原住民的反抗，荷兰人提这个叫做枪，因提枪。因为中国人腿腿干来养牙多啊了呀，啊，钱都不想做，哦，啊，荷兰人因真骄傲，很骄傲，因讲哦，阮两个荷兰人，两个荷兰兵，都用打败你中国兵50名，啊，有影无影，确实有影，啊，所以因两名用牙钱的吼，都派。赢你50名赢大的，啊！荷兰人
牙签吼，啊，都有一日来到码头下，叫码头的少年家啊，来来来来来，规定来坐落咧，去山顶甲甲掠翰林海贼，吼、哦，掠翰林啊，啊来啊，掠甲规半波，掠甲吼规身骨拢干，掠无半个，啊就转来，啊转来经过码头开的时阵哦。码头客时阵，这码头社的原住民哦，真巧。伊讲，啊，你安尼要过溪吼，啊，溪水无讲偌深啦，啊，我甲你排清嘛，啊，我甲你挨嘛，一个甲挨，一个甲排清。哎，伊讲好啊，哦，这个清我咧排，啊，我互你挨，吼、哦，啊，就六十二个河南兵哦，全经过码头溪。经过码头溪的时阵哦，啊，这码头人真巧，一二三，给堵在水里落去。啊，那靠体力就会赢嘛。啊，迄六十二名，全去予咱原住民给杀死。伊两名都赢你五十名，啊，结果六十二名，他们就安尼失势。所以从此以后，码头溪和荷兰人。叫做抹杀价之火，这抹杀价之火了哈，这就是他在里讲的这故事。这是在平湖，荷兰人的船是这款的船，因牙签啊，这挂汉人牙石头啊，要个牵啊，看象牙都怎样。这个中国船叫做 junk 英语是什么意思？笨手了，这船是笨手船了，因为这荷兰人的船哦，因有三角帆，沿前进。迎逆风而前进，哦，当然较慢啦，啊，行这个在，行安尼哦，但是会前进。啊，中国人做的船吼，干来这款的，无三角帆，啊，干来会用前进。第一，空袭占着台湾吼，的时阵，伊讲过一句话。乘北风而来，乘南风而返。探北风的时候才来，南风回去。有这句话啦，所以就是说他们不想利用这个三角帆的事情。所以西方世界说，啊，你开那个什么船，啊，笨手船，啊， junk，哦，所以 junk 现在叫掉的，啊，叫掉的也不会感觉抱歉，感觉很光荣啊，我开那台 junk。嘛，一些爱知啊，哈。咱这个头前先来的吼，日本人后来，啊，汉人后来，汉人靠计划就是干尸节，这严思齐哦，严思齐纪念碑在北港，干尸节哦是海贼，伊组织。二十八兄弟会，什么叫做二十八？二八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咱十支砖头啊，二十八寨，你该算看卖，你二十八寨，哦，啊，所以二十八兄弟会，啊，这个严思齐是老大诶。所以说我们兄弟很好啦，齁。啊，丁志龙是最年轻的老妖啦，齁。齁。啊，他来北港定落，偏偏是1624年，荷兰人来占这个安平，齁，台南，齁。啊，他较早几天啊，因为他要，齁，去
但是这野心嘛真大，想要推翻日本幕府，啊，但是无成功，全开十三代尊再一队人来，啊来吼，伫北港即搭，遐有一个所在叫做李林，吼、哦，李林的人吼、哦，李林的人遐都二十八兄弟会吼，诶后代有住遐李林。有人李林的人无？我见哈李林。啊，即摆就是，互你看一个吼、哦，过去咱的头壳内底吼，唔对的代志啦。我吼、哦、看到即个韩国人讲吼、哦，孔子是伊个啦。啊，对啊，唔对。哦，啊，所以我就去调查，我。第一个吼、哦，调查，这个汉，哦，秦汉，公元前二二一到两百，啊，这高句丽 ，Korea， 这大，啊，汉的阿尼来呀，啊，所以这个，这个、山东唔在第多位咧，哦，哦，按、啊、南匈奴，这是我的一个，我的一个印象。咱的印象是清朝的印象，哦，中国的国土，哦，哦，啊，像讲高句丽，这个就绝对占着这个孔子遐，哦，三国的时代，哦，这互你一个印象，就讲咱的头壳内底藏一挂粪扫的，哦，藏一挂粪扫，哦，啊，迄个粪扫哦，较去不容易啥。啊，这大辽帝国，这北宋，这不可否认哈、哦。啊，这吐蕃的西藏，哦，明朝是在家那里啊，哦，大金万州蒙古啊，西藏。清国就大了啦，清国这个路去拢清国，所以咱的观念是大概这个观念，两个老掉的，想讲中国真大啦，哦，啊，我头拄仔在讲乌鱼哦，这都是乌鱼子哦，这都乌鱼啦，咱在食乌鱼子的这款的，哦，啊，在了，提起拍，即嘛嘛赶快。在荷兰南占台湾的时阵，发生着一个叫做冰田迷兵卫哈马达船长事件。吼、哦，这个大体上讲起来，简单个讲起来，就是讲冰田迷兵卫哦，发现着哦，西欧的人爱滴中国的瓷器，锡，吼、哦，这两项，中国两个宝物。西方世界无，就是 China， 哈、哦、，China， 就是出山回来的所在叫做 China。哎、欸，啊，我刚才小学个想讲 ，China 是大秦，它叫做 China。我头壳去用水去，其实啊，都出山回来的所在叫做 China 嘛，那有啥物物件？啊嘛，免见笑，出山回来我见笑啊 ，China。所以你爱想讲英语 China 是安尼来哦 ，China 就是飞啊。啊，甲西吼是 silk。咱即个伫中国个有迄个做迄、那个起只牛啊个拖丝啊丝来做布，啊做规捆起来了后，该囥个骆驼个甲只片。啊，骆驼为西安，为等长安，行一年的路，行到罗马。哦，啊，你看这个诗吼、哦，看有价值无？哦，啊，我听最近听伊讲，迄、那个当罗马帝国，无西罗马帝国，
这个凯撒大帝打到埃及去，打到埃及看到一个水查某叫做 Cleopatra。 您这段故事知道埃及艳后伊丽莎白泰勒搬的啦、哦、Cleopatra、哦、出来的时候、哦、是王的人跟起来仙姑腾根根包着 China Silk 啊，安尼出来的时候哇，这去用杀掉无法度啊，所以这个哦，这埃及艳后哦，就是穿这 Chinese Silk 哦，啊，那迄个丝哦，干那伊有法度穿啊，真贵。啊，中国出产丝，甲出产 China， 啊，荷兰人来台湾是要创啥？买 China， 买丝，放喺船顶，往个一台船平你一百只骆驼，再较侪，啊，佫安全，送到罗马去，迄碳哦。每碳10%、20%，是碳200%、300%，还是500%？吼、哦，袂输林毅自然讲一句话，就是6000多万都会使跌落地啊！哎、欸，同款意思，啊、哦，啊，就大碳啊哩哦！啊，大碳的时阵，哎、欸，啊，中国人推，袂好西洋的人吼。哦跟市民的介绍差不多多啦、哦啊、你如果要出国、哦、就卖你较贵啦、啊、卖给西洋人卖给荷兰人、啊、这个的冰田迷兵卫蛤蟆达他知道说、哦、我们如果照荷兰人的名去买这个丝来台湾、啊、他为台湾用日本船再去日本安尼我都冒掉啊！结果荷兰人无咧个知道，吼、哦，无咧个知道就发生冲突。冲突的时候喏，这个蛤蟆达有一日，叫一群人入去城下来对，甲这荷兰人压一坨卡，要个抬，这叫做冰田迷兵卫事件，吼、哦，要荷兰的。算讲伫台湾的中毒，迄阵毋是叫做中毒，荷兰人的中毒是伫即个印尼啦吼，啊，啊，即张图是荷兰人画，因的官，因的迄个长官，互人掠来食，吼，啊，即边日本人，啊，因家己掠刀，踮咧外口都无效，啊，即冰田迷兵卫事件吼，即项事件吼。要求日本来占台湾的时候，有该克了，有该克二克一，立一个石碑，叫做蛤蟆达事件、冰田迷兵卫事件，放在倒位，放在安平古堡的门口，冰田迷兵卫，哦，这个事件，啊，中华民国来安怎处理？嘿。把字扣起来，写安平古堡，就是吃丢了没有、哦哦、就是这个、这个、安平古堡，这本来是刻冰田迷兵卫的事件，刻到很大字、啊、中国人来字扣起来、啊、写一个安平古堡，这款代志真多啦，吼、哦！所以你就要注意看，真多台湾的古迹，吼、哦，去用改写去，吼、哦。但是日本也有犯的错误，日本锁国，因为一声吼、哦，在孔子的教育下、哦，
大家拢是土包子，大家拢是出，拢头壳拢空空。啊，空空的时阵哦，啊，西方世界已经行地球一年走来你家，啊，日本嘛着惊，日本是接受中国的文化，啊，着惊，所以伊创一个锁国的政策。因日本人袂使出国，当然大部查某拢袂使出国，吼、哦。但是唯一开放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叫做那个萨奇长崎啦，就是靠原子炸弹弄的迄个长崎啦。所以在日本的歌曲内底，有在唱那个萨奇的姑娘。就是那个萨克的查某吼，较接受西化，哦，唯一的所在就是那个萨克。啊，这当时因看西方世界看袂起，但是看袂起，人都那种船坚炮利来给你弄啊。啊，即摆我讲，咱汉文哦，过不了长城。那过不了长城，哦，长城是中国永久的疆界，长城以北永远不是中国的，按着掉，有人反对无？无人反对啊！长城的起长城以北绝对不是我的。长城以北不是我的，啊，所以长城起落了后，都甲塞外的人，甲长城以内的人哦，全都转去，什么拢转，文化转去，哦，通婚也断掉，拢总转去，哦，拢总转去在西方的世界，所以这个满洲人，满洲人不想写字。他要說，只要要學文字，所以他跟誰學呢？跟隔壁的蒙古人學，不跟汉人學啦，哦哦，仿蒙古文跟藏文，西藏文，啊，西藏那麼遠，哪有挖掉？不像我有看到一張地圖，哦，這是我去紐約翕的，西藏的地區那個時候這麼大。啊，就有加加蒙古利亚，吼，啊，加些菜呐，吼，啊，就有加中国、加满洲接触吼，哦，所以这个蒙古文吼，哦，仿蒙古文加藏文创造满洲文，哦，所以伊吼，伊1599年以前。大家都不知道，1599年开始有字啊，满洲文有字啊，吼，啊有字了后，到个1644年便入主中原，那遐紧，有文字了后，经过45年转拍一个中国，吼，这个拢故事底来对了，吼，哦，这是长城。哦，历代的长城起来起去安尼起来，哦，惊北方的人来乱。但是咱台湾开始嘛无文字，无文字的时阵，有荷兰人来个台湾，学你讲的话，替你创作你的文字。这个文字叫做新港文书啦，哦，新港文书，哦，啊，第一因传教，所以就翻译迄个圣经的故事，哦，圣经，哦，啊，荷兰人来到台湾，不是讲把你台湾文化消灭，是替你台湾人。写文字，教你台湾人恁家己的文字安怎读？哦，
甲国民党刚刚相反，甲你消灭，啊，一个是甲你鼓励嘛吼。啊，你看欧洲世界，咱今仔日有蒋教授伫讲越南，人迄个法国就退写越南文，吼、哦，意思同款。菲律宾嘛同款，印尼嘛同款，吼、哦，因拢用拼音文字，都、就是。欧洲世界进步的所在来，拢家己的文化讲，卖怕无去，恁的文化在食家己，爱知影。啊，那中国的文化吼，迄巴肚实在有够水，心胸有够歪，家己消灭。好、哦，这张哦，就是王国新港文所写的。基督教马太福音，哈、哦，这是为总督府哦，台湾总督府来对 copy 出来。啊，荷兰人来台湾要找什么？哎，黄金啦，大家拢要找黄金。啊，听伊讲，无，唔是听伊讲，伊看到台湾查某。华联，哎，有一块金啊！啊，这块金啊，保证不是哦进口的，保证是本土所出产的，啊，所以就去找黄金，哦，啊，家己讲有一条溪叫做多罗曼，这个多罗曼这溪的时候哦，那阵啊落大雨，雨落去了哦，山顶都会落来迄、那个。碎了金骨，碎了金嘛，啊，都会使捡。所以荷兰人就用真大的力量去开发。即马这多罗曼的河，即马是伫多位啦，即马是伫利物西，利物西就是伫泛舟的迄个所在哦。但是金矿无看到。啊，走到台北這邊去了喔，拄到西班牙人，所以他們就沒去交婚了，全荷蘭人烏金仔的全沒再進行了。啊，如果西班牙人他去墨西哥去烏到銀礦，軍礦，啊，拿墨西哥的軍來日本買戲，啊中国买去，啊，甲物件就送去澳洲，吼、哦。即马讲一个叫 silent trade， 即全世界无人有诶啦，即干那台湾人哦，就好诶台湾人都有。虾米叫 silent trade？ 即嘛毋是咱家己写诶，即是荷兰人甲你记录诶，就是。我有一块金啊，我想要卖。啊，我吼徛喺路边啊，找一块石头啊，啊石头顶头，甲树叶啊，甲缀会好势。啊，黄金甲放喺中啊，啊，我人就走。安尼种诶，黄金放喺遐。即卖人为遐个，哦，即一块黄金要卖，卖讲家己说个，囥个落地下落去卖，怎过去？过去？哎、欸，啊，刚好一个人来，嗯，迄一块黄金真有价值，我身躯派两领落阿皮，两领落阿皮囥个，即块黄金摕来，啊，我转走。啊，过一礼拜，过十天。二十天，啊！这本来藏黄金的人，为啥个？哦，黄金变两两落阿皮，啊，完成了交易。这个全世界无人有诶，就是 silent trade。全世界无人有啊！你要去多找，干那伫台湾有啦。这台湾民族这么优秀，要就受到外来人的污染。它变成跟外来人差不多多少，
即马讲黄金，黄金吼、哦，伫清朝末年诶时阵吼、哦，清朝迄个时阵，英国已经做铁路啊，啊铁路真方便，所以就做一条淞沪线，吼、哦，伫上海有做一条铁路，啊铁路做好了呢，噼嚓喷嚓喷嚓。哦，遐尼大声，当地人抗议，听听伊啥？啊，听伊啥？全来到诶，为台北到鸡人，所以台湾是清国头一条铁路。啊，做铁路经过七岛，七岛就鸡人河，爱挖桥墩啊，挖挖挖，挖到金啊！挖到金嘛吼，那金嘛，恁知影洗洗金嘛无？就是金嘛吼，为山顶冲来了后，啊，甲土沙淋淋到底喏，啊，你爱个拨起来，啊，利用水流吼，啊，甲轻的沙吼全流出去，啊，重的金嘛就捡起来，啊，叫洗洗金嘛，洗金呐，吼，安尼哦，遐发现的金嘛吼。一声三千人在淡水河滴滴水滴滴水滴滴水啊，愈水当然嘛是愈往顶头行，行行行行到高分啦，行到高分啦，迄金矿，哦，啊金矿当时哦，日本时代哦，迄不得了热烈，迄热烈到什么程度？一个达波人。一日，哦，我是十多年前算的，能赚万三块啦。即马那个算起来，可能赚了三四万啦。哦，一日上少的上卡少能赚万三块。哦，啊，赚万三块的时阵，哎，即马大部分人有钱咧，啊，什么人都来，小三哦。查某人就来，查某人就开酒家，吼、哦，啊，所以酒家开落去了后，这北斗就出来啊。这深山哪来点那些点遐多？高分啊啦，叫做小上海啦，小香港啦，那些都是安尼来啦。西班牙人占北部，社寮岛就是今仔日和平岛。我跳上去和平岛，但是这个图案我找无啦，吼、哦。啊，伊遐这个叫做一个城吼、哦，叫做旧主城啦、啊，圣萨瓦多，哦，圣萨瓦多，萨瓦多是。即嘛，南美、中美就一个国的名，圣萨瓦多是迄个一个都市的名，所以西班牙人来遮，甲即个所在叫做圣萨瓦多，啊，北部，哦，哦，因为咱哦，咱伫讲台湾历史哦，落迄落唔对的代志哦，咱跳下底讲啦，所以无啥连续，即嘛就讲。分类械斗，咱捌听伊讲江泉饼，江泉饼，漳州人甲泉州人来拼，吼、哦，台北满街都有江泉饼，漳州人甲泉州人来抬，吼、哦，为什么咧要抬？吼、哦，这有理由。这个理由是啥？满洲人来台湾做官，本来康熙皇帝不爱在台湾，他说台湾乃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去之无所损。他说台湾乃配他的大人而已，得到也没得到什么，没也没要紧。
康熙皇帝那愧疚遐大，我讲给你听，那愧疚无遐大。满洲人口600,000，1644年的时阵，满洲人口600,000，占着平一家100倍的中国，中国是有6000万人交税金，还佫加无交税金的之一。我无到1%的人去占遐尼大个所在，大我100倍的时阵，啊，即摆来自台湾，配他那大，得之无所加，去之无所损。那别人讲即句话哦，都想嚣掰。啊，那康熙皇帝讲即句讲即句话哦，合理啦。我那遐大要创啥？所以咱即摆电视剧哦，出去看哦，那搬清朝的迄、那个。迄、那个官老爷吼，拢有一挂腿啊，足腿足腿，吼、哦，迄就是因兜的腿啊，来中国做大官，吼、哦，就是汉民族受到孔子的影响，去用奴化去，吼、哦，去用奴隶。我咧读迄个台湾神学院，啊，看到一条历史。东罗马帝国一个帝国2000年，嘿，奇怪，一个帝国2000年哦，啊，这中国碰碰5000年历史，其实3000年嘛是换25个朝代，啊，都100多年都换一个，啊，人迄5000年、2000年一个朝代，什么理由？人无控制呢，无控制的伟大的，有控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对皇帝，敢那参像你对老爸同款，爱尽孝尽忠，安尼即句话有唔对无？无唔对嘛？但是你老爸有几个？一个咧。啊，国王有几个？是歹讲哦。有60岁、80岁，啊，嘛有3岁。啊，你对3岁的在敬礼啊，就敬，要创啥？这就是和中国吼落后的真大的因素，真大的因素，就是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咱常常拢话迄个少年皇帝，伊阿在做皇帝，哦，啊，伊阿做皇帝，当然是老母个管啦，就啊，凊彩管啦，哦，啊，私心大，哦，等等，啊，所以迄阵要派兵来台湾，无爱派兵嘛，因为满洲人少，派兵来台湾无够用，派兵来台湾。所以阿伯要想一个方法，徐龙想一个方法，伊讲3年为期，派所有的官员兵来台湾，3年都爱调度转去。康熙听了到底，哎爽，奈爽你知？你3年转去吼，未甲即个本地人发生感情。佮第二条，不准西眷。袂使娶查某来，也较好。查某嫁你放喺中国，互我做人质。你若踮咧台湾做造反吼，我都甲你抬。嘿，安真好咧。啊，第三条，台湾不足城，台湾袂使去城。吼、哦，去城嘅代志，小等来讲。所以头前两条就是讲3年一任，所以来台湾的官哦，咱有一句古早话讲：3年官，2年满。什么满？6条满，对。6条满哈，3年官，2年满，啊，就好转来啊。你都袂使做第4年嘛，哈、哦。啊，佫一个副作用，咱。来台湾的人，因为禁止
移民过来，所以咱爱坐迄落小台船。啊，小台船经过乌水沟，有一句话讲：十去六四三楼一回头。十个经过乌水沟，六个死在乌水沟，四个到台湾了后，嘛搁一个讲台湾无啥好，搁转去住。啊、所以台湾无查某，无查某的时阵专家、比波族哦，是母系社会，查某是家长，哦，啊，大波是会招的，啊，所以啊一拍即合，啊，我都比米罗汉卡，我见是去有相招了嘛，我见有波多，有波一个波。开业三先提工作，所以这查某真伟大，所以咱台湾人今仔日85%是平埔族，啊要证明无？你的卡增加买债有必损无？啊，有哦，对哦。啊，你嘛过来，你这手吼、哦、有积损无？啊、哦，安尼多好啊！安尼，免讲啥，你都平埔族，你唔是中国人，你是台湾人嘛？对不？哦，啊，15%搭去南投因的证，有啦。哦，所以你爱怎样讲，咱本土台湾人都是安尼，好、哦，家己爱怎样？啊，分类制度就是哦，要让你哦，自己淘汰。因为我来做规定啦，啊，规定啦，怎讲？这个规发生就反清事件打害啊！我这個三年关了两年也未满哦，我都去用调走啊嘞哈！啊，所以哦，恁落去台，哦，啊，这台的名称哦，有真侪种。有头一项闽客斗，即看字就知影。闽葫芦人甲客家人，因为语言无通，落去台，台台是好。好、哦，过来漳泉斗，漳州人甲泉州人吼、哦，音说法无同，落去台。县级斗，哦，你是彰化县的，还是嘉义的？竹性豆，姓林的跟姓陈的，啊，还一个客客豆，客家人跟客家人，我也要跟你分裂，让你去豆，让你去小台，客客豆、哦、同宗族豆，职业团体互斗，他要怎样，他要通知台湾，最好台湾都乱七八糟，他才好管。咱台湾去予满清统治的时阵，咱秘书就讲啊，就干那当兵一地啊，吼、哦，唔止安尼哦，咱台湾人袂使做兵哦，毋是即马马英九袂予你做兵哦，无共款哦，迄阵你袂使做兵，干那会使做勇，勇敢的勇，你即马注意看电视剧，有兵有勇，吼、哦，勇就是。本地的人，啊，兵是外来的，啊，啊，这样，啊，让你互相小台，哦，闽客斗、漳泉斗、县级斗、竹性斗、客客斗、同宗族斗、职业团体互斗，就是恁太太是啊，恁四四不是准都好嘛，跟我做官无关系嘛。啊，即马阁讲，好兄弟，虾米叫做好兄弟？恁有人伫拜好兄弟无？无人伫拜，七个半。啊，拜啥人是好兄弟？一句标准的话叫做。孤魂野鬼，但是
我落去研究，这个孤魂野鬼哦，不是孤魂野鬼，是什么人？这八字，这金罗的呀，这哥哥啊，有眼光，有求必应，好、哦、有眼光，好、哦，这个路边啊，看会到的，一间水晶庙啊，好、哦，你捌看过这款无？捌吼、哦，好、哦，这款呢，这拢话算百年无人来该烧啊吼，吼、哦。啊，这嘛是幽燕宫，好、哦，这块有翘尾溜的是土地公，这个是幽燕宫、霸气宫，好、哦，这是什么物件？为什么台湾头国、台湾尾拢有？这来讲。即咱受到伊异族的通敌来的时阵，都给你屠杀。啊，屠杀了后，尸体有给你收起无？尸体无给你收嘛？路边就等你路边去死死去好啊！啊，啥人去收？本地的人专给你收起，给你创一个墓，叫做大王宫。叫做霸姓牙，叫做幽燕宫。啊，统一的名词叫做好兄弟，这叫做好兄弟。啊，好兄弟就是为着咱台湾人来牺牲性命的人，咱叫做好兄弟，叫人多善嘛，对不？啊，我倒头讲，我一个头讲，啊，那即个好兄弟，伊毋是讲呆呆踮么徛起去用抬的，伊嘛去抬着迄个廖别爱，徛着完成政府的，吼、哦，啊，伊个红台戏，伊个叫啥名？啊，想都知，嘿吼。你个台戏迄个哦，有人该休息，政府该休息，搁该起庙，移民呐、啊，迄叫做不义之民呢。结果我这文章在网络发表，吼、哦，排山倒海，把骂，阿妈都不要紧啦。我讲，我有证明。不是只有客家人而已、哦、要做了别的泉州人有泉州人的移民庙漳州人有漳州人的移民庙原住民有原住民的移民庙不过这些庙都乡下不亡只有移民庙在乡下在亡、啊、你是要做不义之民是不、啊、所以就点你要有理论做基础袂输咱民政府有理论做基础的时阵咯，去跟人讲话，你才有力。好、哦，啊，咱有力，讲咯，所以有一个新客家理论，客家人唔好把这块土地当作你啊临时来居住，你是食的主人，爱为这块土地来奋斗打拼，安尼唔得着。卖讲我是客人啊，我小在呢，西瓜挖大饼啊，都来挖大饼起来呢。哦，这就是顺便哦，讲这个移民庙吼的代志哈。所以这移民庙，哦，这有广东移民甲洛港移民，哦，迄阵讲广东移民，就是讲客家人较侪啦。啊，这移民庙内底有包装吼、哦，这是皇帝乾隆皇帝赐的吼、哦。啊，这移民庙都起个大大仙，啊，咱头拄仔看迄落好兄弟拢细矮个啊吼、哦。
对不？啊，咱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日本靖国神社给拜？因为干那靖国神社，甲台湾人为着日本去死亡的台湾人当罪人，所以无甲你当罪人嘛。哦，所以要去日本靖国神社拜的人哦，欢迎。哦，啊，新埔的移民庙，我拢去到这大仙。这是一个地图。这1683年，满清来统治台湾的时候，这个所在有彩色的所在是已经开垦的所在，拢总有18000家土地，其中西隆哦，摕7500家第六地啊。开12站收租，啊，这是尾期要导行情，再佫加一个卡马兰，这是宜兰州的噶玛兰州，本来这州吼袂低啦，1810年吼，五刷死了后，因囝诶，伊个侄仔。继续来开垦这宜兰平原哦，啊，甲土地该分分清楚，这块地姓张的，这块地姓陈的，这块地姓林的，哦，分甲真清楚，做表去予满清政府，满清政府不爱插伊，安内不爱插，哎，啊，我无通外国，我要插你做袂爽个，你也无6000万放伫我六地啊。嘛，3323，外地，啊外地哦，但是2年过了，高不离三江，甲这宜兰这块地，宜兰这块地叫做卡马拉，收归完整的国土，好、哦，这就是大家稍微知影一下。啊，即马讲一个捡骨，咱遮有人捡骨的人无？捌去捡骨无？拢毋捌。阿公阿嬷的骨有人捡无？我都有捡哦，对啦，骨大家拢嘛有捡。啊，我都伫调查啥物叫做捡骨。荷兰人头一年的中毒死的台湾嘛无捡骨。第二年嘛，死在台湾嘛无捡骨；第日本嘛，死一堆外国人嘛无捡骨；中国人嘛无捡骨。啊，那台湾人在捡骨，什么意思？头壳小派。有一日，我在捡阮阿公的骨，因为要迁墓啦吼。那不是挑工去给捡骨，但是要迁墓，啊，阮阿叔在主持，啊，就叫工人落去骨头骨头骨头，啊，去遮捡一块，遐捡一块，啊，捡好啊。伊讲好好，捡捡捡。啊，我讲我迄阵读初中，我目睭较尖，啊，遐还佫一支。啊，阮阿叔讲啥呀？伊讲毋免啊啦，有头有手有脚有尾吼，拢好啊，欠一块无要紧。是，我那是老表，该扒落去。那使安尼啦，你讲对无？一捡骨无道理嘛，吼、哦！啊，只落一地，遐落一地啊，砖头落三支，你看你要安怎行路？所以哦，捡骨哦，捡骨是一个安怎来？我都去调查，满清政府来占着郑成功的台湾了，去这个咱永康乡周阿伯顶了，遐有两个墓，一个对郑成功，一个对郑经，啊，全个乌乌的，
美其名啦，吼、哦，这个扣骨哦，就是要给大家吼泉州伊本来故乡的所在啦，吼、哦，嘿，大家人讲，我看，哦，安尼，嘿啊，当时呢，迄明朝的大臣一百外门吼，也无弄个乌乌起来，啊，骨头拢凊彩来稀释，互你无去啊，啊，台湾人看，哦，这大官大家拢伫乌无。哦，啊，这叫做 Q 骨的，啊 ，Q 骨叫做友好，哦，啊，所以咱嘛都爱友好，甲老爸母哦，该 Q Q 个吼，啊，拍无一两底啊，准度哦。啊，你咁着 ，Q 骨唔了啦，吼、哦，这是台湾的特例啦，你爱啥？我们。突破这个观念哦，你无讲台湾的历史哦，你都永远在做人的奴隶。所以哦，这个地经啦吼。地仙公系列哦，满清政府全面封杀有关地仙公的一切文物，拢封杀。所以咱无地仙公庙，咱地仙公庙是地迄、那个日本人掠来了才有啦。但是当时有一个李王庙，哦还有一个大天父，天给你带的哦。你看我有奇怪吗？我也要来做大天父。这是胡说八道嘛，哈、哦。哦，这李王庙就是讲两个王嘛，哈、哦。啊，李王不就不跟你讲多一个王嘛？这样讲就。单位由来，咱讲这叫做葫芦话。葫芦话就是黄河落水，在中国中原地带三千年前商朝的时阵的官话，叫做葫芦话。啊，因为商人见输，叫酒怕败，所以商人全走罗南。南边来个多位呢？来个这个。隔长江就是海外嘛，哦，啊来个海外的所在吼，哦，哦，来个海外所在吼，即、這个，咱有即个国内性吼，有得讲葫芦话。不是只有台湾人在说葫芦话，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啊，不是说整个省都在说葫芦话，是说这个省里面有哪一个地区按一点一个所在在说，因为乡邻、哦、是创造汉语的的民族，咱汉字是商人创作的，啊，商人真高哦，哦，伊无要甲人同化，所以三千年来，咱也阁留着咱的文字，吼、哦，啊，其实咱即卖拢是文盲，咱拢痴迷糊，咱一挂汉字拢袂晓写，吼、哦，你都爱等哦，蒋教授因较努力个。这帮人在跳下来讲了哈，这满洲人有45年了哦，以不足30万的军队入驻中国，统治汉民族268年。哎，那遐搞哦，哦，268年安尼，把汉民族统治个死，哦，啊都忠君爱国，啊都
夹一个，夹一个控制在咪后边。哎，这招吼，你不能学去，你不能按照学哩啦。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想讲啊，就甲中国军队拍败就好啊，就赢嘛。哎，安内怎讲？嘿，吼，台湾人就该拉咧拉七年的会战，所以后藤新平吼、哦，专去调查，伊写叫人调查，调查这本书叫做《台湾古馆调查》，台湾旧馆。旧的习惯调查，哦，啊，这本书我有看过，包括这个椅啊哦，迄落椅啊的椅啊是安怎坐，这边是椅啊在坐，啊，变起来是大人会使坐，安尼顶顶啊吼，拢有。伊在古馆调查了，知影中国人是虾米人？伊讲台湾有两种人。一种 people on Taiwan， 一种 people off Taiwan。迄阵袂晓讲英语啦，吼、哦，啊，我翻译做英语是安尼。一种是本土台湾人，吼、哦，啊，一种叫做长山人啦。啊，长山人吼、哦，爱钱惊死，佮爱面水，这是讲长山人啦，吼、哦。啊，举一个例讲。长山人，老英福，老英福是什么人？黑旗军的首领，嚯、哦，这真勇的将。日本兵打到台中来，台中家讲来家救哦，伊讲台中你的，台南我的，无要去救。啊，打到嘉义的时阵，哎。伊阵派人去甲日本人讲，要导航，甲台北个总督讲，啊，台北总督讲会使啊，你要导航好啊，你甲舰队司令官讲，啊，毋就走去甲舰队司令官讲，舰队司令官讲会使，来来来来来甲跪，啊，这老英雄吼，酸吼，看毋是办事，暗时。换做阿婆仔的衫，为安平港走，所以吼、哦、阿婆浪港，因为是伊穿阿婆仔的衫嘛，啊，刚刚爱浪一下嘛，浪啊，要咱台湾人话，阿只阿婆浪港，啊，佫讲一个。库洪家，因为总统就任十四天前，阿伯阿浪刚就走了嘞吼。啊，伊做副总统库洪家吼，全走去东罗开十万块钱，全选嘛走。但是咱家只有一个洪家大学嘞，真可惜嘞。唔知啊，你唔知历史吼，我嘛唔敢加号，就对大家该号一个名，安尼咁对。哦，过来。哦，这是讲到另外一项代志，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 （Stockholm Syndrome）。这是什么东西？受害者 来保护加害者、哦、这是在发生在斯德哥尔摩水电的首都1972年有一个抢劫案，强盗入去抢劫、哦啊、抢劫跟警察对视五天之后、哦啊、全强盗输去，啊，去用抓去，啊，法院审判的时阵，啊，就问一个小姐，啊，伊安怎甲你欺负？这小姐讲无，伊无甲欺负，伊偌好诶，吼、哦，偌好拄偌好，哦，奇怪呢，
那就代志，你是受害者，你来保护加害者。哎，记下，啊，无法度解说，所以叫做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 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就是保护加害者。那么有啊，咱国公姐姐嘞，这是在美国。美国嘛发生这代志，过当年，美国有一个大有钱人，就是赫斯特鲍西，诶，千金小姐，17岁、18岁，去互强盗押去，钱$1,000,000，啊，迄个赫斯特鲍西100万好哩，诶，人无出来，要400万，啊，讲袂好。啊，转过3个月了哦，哎，这个小姐哦，换技术衫，提 AK-47去抢劫啊，换伊去抢劫啊，这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 伊是受害者，搭去挖到加害者，咱台湾的例嘛有，二礼拜的时阵，有一个姓吴的。律师的法官在南港桥下去用发现到去用台死，这姓吴的法官那个 LP 去用挂起他在嘴的、哦啊、但是他的 后代现在在做国民党的党主席的党常委，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症，这大家要注意，有这款的情形。啊，这个名字我发明的，打败战的战胜国，啊，你都几个？那日本，日本是打败仗的，啊，那战胜国，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是打败仗，但是是战胜国，所以打败仗的战胜国。好，我看我的时间到了，再刷了一节，是分组讨论，分组讨论我稍微编一下，高雄州长王宝义，王宝义，你高雄新竹甲宜华东，哦，你要怎么做？啊，拢会使哦，老家院大啊，互你好无？哦，